修行看似简单，每天念经、吃素、放生、度人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搞得一身佛气，每天都双手合十，对着观世音菩萨祈求。这是你的问题啊，还是大连共修组问题啊？解散吧你，我看你们。你造口业了，什么一身佛气啊？哎，谁写的？一位同修。这个修不是修心的修，是加个言字旁，秀掉的修人。好了，讲下去吧。对着观世音菩萨祈求，菩萨求您保佑我，然后应验了，沾沾自喜。长时间还没有太大的改善，就抱怨菩萨不灵验不保佑。我自当头学了很长的时间，从没离开过我，始终在原地打转，一脸的阴霾，其结果是给修佛事业抹了黑，绑了佛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如何才能无我，如何做才能有效的精进修行，少出偏颇？首先写这个问题的人就有嗔恨心，他看见周围的人都很讨厌，你看就知道求，哎呦念念经哦，哎呀一身的福气，有吗？一身的福气都没有，还想有佛气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记住，看不人家不顺眼了，他就走偏了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一个人要看人家都顺眼，我告诉你，人的境界不一样。有的人在求福，他求总比不求好。他求，他至少知道我要相信佛。那还有的人不相信佛，天天喝酒吃肉的呢，天天造业的呢。你要宽容别人呐、啊，你境界高了，你就看不起别人呐、啊。你算什么境界啊？一定要懂道理的。所以首先要帮助他们提高境界，今天来的这么多人境界都高的，否则他们来找师父干嘛？来找我干嘛？你们全部修好了，我肯定看不到你们了，因为你们都在听观世音菩萨在天上讲法的，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你们档次不高，所以只能档次低的人跟你们讲。听得懂吗？不得了嘞，哎呦讲人家嘞，哎呦整天念经，记住法师出家你问他们干什么，整天不就是念经吗？不念经出家干嘛？我们现在是菩萨，是妙法，看到你们太愚痴，没有办法，有家不舍得，有孩子，菩萨心想都如果都像学法师一样全出家了，那想想看你们也是痛苦，生在庙里心想着家里，那心里难过。好了算了，给你们个妙法吧，让你们在家里修吧，庙都请到你们家里来了，你家里还不好好修啊？是这个概念呢。从道理上来讲就是应该从早念到晚，但是没条件，人家上班也念，没条件回到家抓紧时间念也好啊。你们现在就不如法师这么福气啊，他们现在就可以一天24小时念，你们呢没时间呀，要买菜要做事情，哪来的这么多福气念经啊？我告诉你，念经就是福气，学佛就是福气。